这里是哪里啊？猫空。猫空的半山腰还没到。猫空的半山腰还没到。那跟胖妈妈讲一下。跟胖妈妈讲一下，累不累？累。哦，累，想睡觉对不对？嗯。哦，好可怜哦。好，我们喝水吧。不要吧，那你跳一次。哇，好厉害！啊。吃饼干。到了这个裙子。好，拍到了。漂亮的裙子是我的花朵。哦哦哦哦，你是我的花朵。该你唱了。嗯，我不敢唱。那唱老一只小羊。不要，我要唱呱，我要唱呱呱。啊，唱啊。呱呱呱呱呱呱。你不要唱。啊，我不要唱，我要听到你的声音了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呱。呱呱呱呱呱呱，摇来摇去真快乐，又是母鸭的小鸭啊！哦，漂亮，好好听，好听，好，开始录影了。看爸爸，我们在骑脚踏车，好累哦。怎么样累？怎么累？脚踏车。怎么累？不累吧？脚踏车。骑到哪里了？骑到猫空了，骑到猫空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累不累？看镜头。对啊。那就我刚刚看到一个南瓜，就是那个。南瓜、哦。对啊。上次看到的。上次看，那个就呱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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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停车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啊，你没有看镜头，你待会不能吃糖果。你要看你。谢谢爸爸。来。谢谢爸爸。你。那帽子不是很漂亮吗？为什么不让人家看到？嗯？因为。因为什么？那个是我的。人家看到又不会跟你拿。不要。好啦，我们该走了吧？不要。10点多嘞。